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来一场拳皇二零二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起猴子但是蒂安娜，我们来看一下对决。哎，猴子还是特别的犀利啊，直接就是压制出来。哎，蒂安娜一个闪身，猴子继续打反向，接大招，这套大招掉血很多。蒂安娜现在已经剩了一点点血了，非常危险。哎。哎，莉安娜这个大招是直接打中了，直接打了猴子三分之二的血。现在，哎，猴子要被逆袭。哎呀，莉安娜爆发力真是强啊！猴子直接就被一点点血也被逆袭掉了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局，第二局看我的霸神。哎呀，霸神非常勇猛啊，直接来个跳 Z， 一套拿下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继续接着下一局，我最喜欢的角色雅典娜。哎，雅典娜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版本里面啊，变得非常的漂亮。哎，又被霸神暴揍了，一个不小心估计又要挂了，差不多快挂了。这次就，你看，直接打了雅典娜三分之二的血，霸神一大招。现在雅典娜正在寻找机会，哎，再来一个灵魂的扔啊。感觉雅典娜这一次发挥的不够好啊，没有发挥出来她这个灵活的一面。哎，还是不错，直接把霸神给转晕了。好，再来下一张，看接加分。哎，直接来一个隐身又是完了，这次中了金加分的大招，不能再灵活了。但是雅典娜用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好，现在继续第五场最关键的一场。哎，尤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，穿了一身大礼服，很漂亮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又这种装扮，又穿这种，你看02年的衣服放到现在都过时了。设计者的眼光非常超前。哎呀，这个金加藩缠脚真是厉害，尤里这次也是扛不住了。哎，再一个 AB 闪身过去，尤里再来一下就挂掉了，连续两个大招。哎呀，同归于尽，尤里还是挺能磨的。现在最后一场，大招抖起来了，这也是金加藩危险啊！哎呀，一拳给掏死了。